8月27日是跳水王子田亮的生日，老婆叶一茜为老公送上祝福，还特别定制了巧克力蛋糕甜蜜示爱。34，一生一世，他爸田小亮 Happy Birthday， 也祝今天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快乐。随文并晒出两张照片，其中一张照片中是巧克力蛋糕的特写，只见蛋糕上写着爱你到底么么哒，另外还有一张是两人的合影，田亮双手捧着大大的蛋糕，一脸幸福的样子，叶一茜双手搭在田亮肩上，小鸟依人，恩爱程度让人非常羡慕。随后田亮转发微博并调侃回应称，老婆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又老一岁，不公平。同时他还感谢各位粉丝对他的祝福，谢谢各位小伙伴们的祝福，满满的全部收到，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快乐，不过生日的朋友也要快乐啊，祝我们处女座永远快乐。巧合的是，跳水女王郭晶晶在当天产下儿子，而亮晶晶之恋也曾经被传为一段佳话。于是有网友调侃，以后每当儿子过生日时，不知晶晶会不会想起那段恋情，心中又是怎样一番滋味。也有网友称，金刚宝贝是来给田亮送祝福的，这也太巧了吧，老天爷真会开玩笑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？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